《仕途行者三》预告爆摄回归，钉姐佘诗曼会唔会现真身？男童踩滑板车被起着追击，爸爸竟然只顾拍片唔救佢。四十亿千金吴锡珊，蔡仲诗公园练空翻，铺路做打女，日日有优惠，有十二式眼彩盘，不锈钢厨房磅，同埋无线折叠风扇，缤纷主播室开始啦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睇缤纷主播室，我是嘉琪。早排无线凌晨重播《仕途行者》，令唔少人都挨眼瞓煲剧。当中林峰同佘诗曼所演嘅爆尸同钉姐，真系睇几多次都觉得咁登对啊！所以当时《仕途行者二》冇咗佢哋，都唔系话唔失望噶。好彩嚟到第三辑，林峰终于回归，唔知佘诗曼又会唔会现身呢？一齐睇下预告啦！